大家好，我是河马赴美 Martin， 今天又到大洛杉矶的奇诺这个城市拍摄一下星盘。建商是 TriPoint， 这个建商我非常喜欢，我们自己也买过他们家在牧场设计的户型，它的很多户型设计非常合理，空间利用率很高，很多客户非常喜欢。我们拍摄二号户型，二号户型四房三卫，它这个社区总共三个户型，靠路边的是二号和三号，就是二号，旁边是三号，还有一个三 X 就是比三号多一个三层。然后从这个里面走是一号户型，一号户型一楼是都是车库，然后二楼是一个平层。一号户型我们暂时先不拍摄，我们今天先拍二号三号。二号户型门前有非常大的一个门廊区域，这里还放了一个那个椅子可以休息。老北这边快递一般就直接放在门前，淋不到雨。我们进去看一下，四房三卫，室内是1547尺，目前售价是59万。这个社区总共有17，现在第二期还算比较早的阶段，预期都是一期会比一期卖的贵。好，这是一楼，一楼的客厅，现在的星盘都是非常多的窗户，采光很好。客厅、厨房，还有餐厅，白色橱柜、岛台，紧凑合理。然后有一个后院，后院还不小。这个围墙就是一号户型的一楼，其实也就是二号、三号的车库。车库是从这个白色的户外商管台往前走一点，我们就不出去拍了。旁边有一个小门可以进入车库。这是二号户型的客厅、餐厅、厨房，采光很好。这个户型有四个房间，一楼有一个房间，虽然不是套房，但卫生间就在房间门口。这是房间门口的卫生间，这是一楼的房间。样板间做的背景墙升级，啊，这边还有飘窗，这个设计我非常喜欢。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躺平。可以用飘窗躺平，楼梯下的储物空间。样板间很多地方做了升级，实际上看样板间就是，室内可移动的东西和个性化的东西在轿房都没有的。可移动就是家具，还有吊灯什么的。个性化呢，就是像一些背景墙。上来之后是三个房间，两个卫生间，两个房间共用一个卫生间。这是先看一个次卧，很漂亮的背景墙。次卧可以看到社区的游泳池，就在对面。样板间一般是社区中最好的位置。这里有空间可以放一个梳妆台，还有一门衣帽柜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次卧。这个次卧也是背景墙做的粉刷，绿色的风格，放了一个婴儿床。然后两个次卧中间是洗衣房。河马是全流程服务，从订房排队、交房验房，到后面的出租，甚至买家具、做窗帘、做后院，都是全程服务的。两个次卧共用的卫生间，两个洗手盆。好，最后看一下主卧。TriPoint 的设计师真的是很棒，也是搭配的很合理。现在星盘窗户非常大，主卧有三个巨大的窗户。然后我看一下主卧卫生间，也是两个洗手盆、淋浴房，里面还有一个步入衣帽间。这里还有一个储物空间。好，这是河马赴美 Martin 在奇诺这个城市拍摄星盘视频，建商叫 TriPoint， 现在拍摄二号户型，四房三卫，室内1547尺，目前售价是59万，目前第二期，预期未来会涨价。整个社区的环境非常好，大社区叫 Preserve， 之前的视频中拍过多次了。那这个地方确实陆陆续续还会有很多星盘都在涨价中，谢谢大家。